宝宝日计划即将完成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自己做出了什么。果丹对上宝宝博士，你的脑袋真不错，可以去测量室报道。两个头围，先选个罐子吧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没什么特别理由。 试试我在含笑半步声啦！加入黑魔会！ 上次我发射这个宝贝的时候，我失去了研究所一半的主管，超值得的。团结，完美。
是马尔加尼斯，我是永恒不朽的。旋钮最多只能转到五，但我已经转到十一了。事前计划是好习惯了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事后计划，因为这样一定能掌握结果。生命会腐烂，腐烂于生命。这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，这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。他们长得可真快呀！耐心是最大的美德，耐心是最大的美德。当然没有，副作用当然没有。是想打破全面混乱，为超级狂妄的统治世界计划，难道这样错了吗？我的计划全毁了，谁会想到靠这八个不稳定的邪恶超级天才竟然会产生反效果？